据环球网7月6日报道，驻守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美军日前全部撤离。该空军基地是美国在阿富汗的最大军事基地。美军撤出该基地后就一直饱受批评，因为美军在夜间悄悄撤离，而没有通知驻守该基地的阿富汗军队。而阿军队直到两小时后才发现美军撤离。阿军方官员称，在这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里，有一伙身份不明的拾荒者竟然捷足先登，先一步踏入了这座基地里进行洗劫。更奇怪的是，阿政府军明知道有人闯入基地，却在第一时间内没做任何反应，放任这伙人洗劫了两个小时。起初我们以为他们可能是塔利班，一名服役了10年的阿富汗士兵拉乌夫表示，我不敢轻举妄动，直到上面下达了命令。当然，美军在深夜离开时还掐断了电力，这也让政府军没办法搞清楚当时基地里的情况。他说，突如其来的黑暗就像是向抢劫者发出的信号，他们冲破屏障，洗劫建筑物，将所有没有钉牢的东西装进卡车。美军撤离巴格拉姆基地时留下了大约350万件物品，包括数以万计的瓶装水、能量饮料和单兵食品，还有数千辆民用车辆和数百辆装甲车，以及大量电子医疗设备。美国还为阿富汗军队留下了小型武器和弹药。